你们公司的扛把子用不用找公司的人。哦，你是公司的扛把子，但是我感觉我自己搁这有点不好意思哈，大家都找不着了，就我一个人了。你没有看过那边是病了吧？喂，这个刘是那个西关的鬼捕蝉吗？西关的鬼捕蝉吗？你是？呀，这个鞋叫我穿的，好大时候没穿过高跟鞋了，这高跟鞋叫我穿的快累坏了。我要这个大姨，你啥时候结婚？我还没有找着嘞，你给我找着点儿。大姨，你今儿个上这个饭店吃饭，我请客哈。不要走了，到时候直接把这个一放，直接往屋里边去就行了哈。又下五分嘞，没嘞，张三是你公司的人什么人？他是俺嘞那个，他不是他是俺嘞那个抖音宣传的哈。你也学会。是。哦，俺老板提供的哈，俺老板给他提供的花车。这个饭店待客。啥意思？你是哪个日楼本？那个 BF 九幺不是售楼本的哈，俺是住家建筑的。你给我兜着菜，管小梦，你给拿来小梦。因为我看见这个这儿，我想吃。大爷，你买这儿了吗？哦，我现在我留着肚子了，我吃着嘞，我当时离得近得很。我没。您请客是嘞。啊？对啊。啊，我不要，我没法拿。我吃里路啊。我吃没给这个大爷。你别走了，一会儿给他吃饭，我请客哈。哦，我请客，没事。嗯。通知的，买，我想吃那个，但是我不想买。嗯，我想吃那个，我不想买。我不要大爷，我到明儿个闲了再买，今儿个没法买，我买了没法拿。嗯，你张三媳妇拍，张三媳妇他两公子拍的照片是照的绝了，到明儿我拍出来应该比这好看。看见吗？这个好看，这个秋里的好看，对，花蜜团。买你吃，你给拿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初见是喜欢，余生是甜蜜。张向阳，初见是喜欢。呀，搁这坐了站了脚疼。别说了，说话你不觉得掉价吗？啥意思？没有，一没说的没有。张三得有四个腰子，我不嘞，床腿劲儿，别好难撒了。俺这都是美女哈。今天谁也没有张三带哈，那是嘞。咱没有开机，他今个人多了很，他为了他今个叫，光叫那能得叫一个多日，估计来叫一个多日。都去哪坐着了？别忘了给我兜菜，我的天，小梦他家的菜也不知道能吃饱能不能嘞。我等会儿我到那个地方我都这样，我都说你都别吃，放着个我打包，我带给俺家小梦嘞，我这样说管不管？所以到了他在那嘞，张三今儿个结婚嘞，双腿刷软，你咋都懂那些？一看都是过来人。
老弟，给我你这鸡皮咋整啊？给我打开，老弟。行，滚面你去，多大的鸡？我给你打开。快点。我知道你吃。真不吃，真不吃，我多少都不吃，今天真的生气。啊，没事，没事吧。这个水，我之前给山东都喝过，这个是苏老弟给的。谢谢你的祝福啊，张楠已经收到了啊，张楠已经收到你的祝福了。这个是芹菜汁，少喝了坐这儿的，俺都吃饱了，俺怕今个，俺怕来了今个吃不饱，所以俺都吃饱了。你咋知道我不会打？这个还有无人机的，这个会飞的蛋。吃的这么早。哦，俺今个是早上工地开工，开完工以后，俺去的早，俺没吃早餐，然后现在就开吃早餐了。我不给你出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以为我等了大哥嘞。到时候那个闪电哥，我结婚的时候我请你哈。没有个垃圾桶哎，谢谢谢谢索菲亚送的灯牌，谢谢大家，没有点赞的都可以给我点点赞啊，我有收益。你啥收益啊？谢谢，可以参与一下了，马上倒计时了，一会儿念说谁都谁中了啊，你自己接不动。砌墙了，俺不愿意砌墙，俺不想砌墙。扎辫子的男人，这个人家是个大老板，人家不是，人家是个老板。会不会说话哎？这边都是人才，我跟你说吧，今儿个来了，眼前一亮。张三，让你们收头一点，俺不收头哈，俺没法收头，俺给他随礼都行了。谁多少？你也会员站哪里了？我就站进站台子上了。谁？国会员。国会员。哦。站台子上了。我谁多少不重要，心意到就行了。不出也行，也行就也行。哟，我看看。来。啥？下面如此。爸爸妈妈，现在什么？这个是耳的，叫烧木头。老梅，那叫给他烧。烧木头。烧木头的。又是一个明星。看看三娘子，三娘子长得挺好，1.74米。你还没吃饭吗？来，别乱吃。可以，于妹妹，我给你找，这都是网红，看吗？这也是网红。我跟你说，你找我都能给你找着好几个网红，哈。你方的爸妈不来吗？那个也是网红。到时候你搁这上，要是你要是搁这上，不是回来跟人那合作的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回来的话，你要搁这上开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更能找。你要搁这上开的话，我就更能给你找着网红。你要是搁郑州的话。估计因为俺这粉丝都是本地的。人山人海的，海枯石烂。
我的哥呀，这么多怪人，扎辫儿的，光头的，就我正常是吧？就我是正常人是吧？我去背你吧，你背我那儿。你吃的哪一路嘞？我今儿个参加婚礼嘞，参加婚礼的。哎呀，俺嘞。